心里大概有谱了。好，谁输谁赢，快点定吧。我已经看好了，肯定是姓肖的。就是他，是他吧？没有。强是全票。到底谁是辣谁不辣的，让董事长吃一吃就知道了。董事长，董事长亲自验货。啊，大吃大一口，咬着辣的这个，咬着咬着一大口。哎呀，大口。你这上面胶粘的这是什么？嚼两下，感受一下辣还是不辣。超难吃，超级难吃的。我尝尝我这个，能辣死你！你都死，怎么样？没死。哎呦，这个太脆了，像水果。看看这个强的这个。这个真辣，这个你尝了我的之后才知道什么叫辣。你张嘴，你张嘴。颜值，董事长，你张嘴。这个更不辣，更不辣。董事长，最后的答案是：一酸辣，二刺